我就相当于赢了六把，输了六把。如果我这把输的话，就相当于今天一天赢六把，输六把。哎呦，怎么打攀升啊！我靠，恶心死了！这太恶心了，我以为打炼金的。暴力是了结的手段。那行，一个 W 刮四个。结果意味着一切。哥，别打了，哥，错了，哥，错了，哥。如果生活还没结束，那你已经失败了。我一定是绝招。单杀了呀，哥，老弟，哎。他怎么锁住了？他怎么没死啊？不是，他怎么锁住了？协议中没有慈悲这条。你这怎么能锁住呢？要么打，要么跑。优柔寡断的人变。两级点火还是不太行，两级点火我好像完全被那个药给抵消了。等待程序启动。谈判破裂的时候，我就有工作了。有耐心才是好事，否则就是死命。胜出意味着变强。哎，你别说，我感觉打潘森也没有那么难打嘛。你看他的换血换不过呀，我的还带着周特。这我咋感觉他干不过我呀？耐心了，那是我没拿。你没有哪怕半。我觉得他 Q 放的太随意了，他 Q 不戳我，他用太多 Q 就补刀了。我的问题在这，他用太多 Q 补刀了，没有压我血量。你看要像那 Q 我，你看他就会玩了，对不对？ Q 我的话他才能打赢我呀。 Q 我你怎么打赢我？哎，不对兄弟们，好像还是能赢。硬普发逆不了。小龙有没有削啊？现在小火龙是不是275层才有那个斩杀的？哎，完了，痛起来了。小火龙现在是225还是275啊？有没有调成275啊？现在我不会被误导。痛起来了，小五龙现在是225还是275啊？有没有调成275啊？现在我不会被误导。275的话，我们尽量在他275之前解决。依旧225，没事，小五龙的后期我来处理，好吧？鼠王是吧？硬核是吧？就你跳鼠王，就你叫硬核。青钢影斩杀，滚，已配。哎，拉扯，兄弟们。啊！还有高手？不是？啥呀？那啥？我们都有底线，而我也许已经越过了自己的。
知道六分钟三包一上路什么？社会需要规范。哎！受死吧你小子！等一下一剑 CD， 看一眼再打先锋，没再打核心。我去看看。皮尔和我夫终将迎来自己的宿命。曹操怎么只剩一只了？我还以为他拉到里面去打了。我会把你变成无关紧要的琐事。怎么办？咱们说怎么办，对吧？我来抓你。我在想，我们这把要怎么赢？他多少层呢？八分钟五十二层，还行吧，不多。在光亮里才会了解黑暗，等待会带来丰厚的奖赏。致命节奏小伙子，小伙子现在带这个了吗？下文就是脑子机灵，手脚麻利，提防你的周围。我这小火龙是技能辅助型英雄，在那个有。啊？Enemy double kill。等待子程序启动。Enemy has been slain。Enemy triple kill。友善是如此乏味。我还游走不了，他推线很快的。我不要连派打风魔咒，你还不如就 EO 呢，还不如一把输一把，连派打魔咒也太恶了。小火龙打团我还挺好切他的，不过对面是硬普，没关系，硬普也是小火龙，小火龙打团我应该是可以切他的，问题不大。不限九层，这版本还是限三项，限三项伤害高一点。这打续航，这版本不适合打续航。有打炼金呢，我这把，真不得，被摇摆烂了，我吐。他是不是交 W 了？交。
看他闪现他，我觉得他交 W 的。跳门就是挡击，手脚滑的。对线能力一坨为啥是 T1？ 哥们儿，一个游戏不是只有对线的呀，那你想一想，为什么一个对线能力一坨的英雄不是？咋办呀，硬普要杀疯了。受死了！哦！啊哈哈！爽！兄弟们，爽！哈哈！下这英雄直接交闪的，小火龙嘎嘎交闪，直接下的交闪，收大米了都。他们雇我来发现问题，然后一起扫除。后面打团我是单切 imp 的呀，我肯定单切，问题不大，我应该能切掉。他保护能力不强，完全队友不能再给机会的，已经很肥了，他妈你不能。OK， 行。可以让给光明一身的。就是不能让他太肥啊。这么肥怎么玩？基本是唯一重要的标准，他们的任务将会终止。只有我才有逃跑，有耐心的好队，漂亮的阿本。难道大跌进是我自己？难道我的 ELO 局要我自己来飞？这不对吧， ELO 局不应该是队友飞我吗？为什么 ELO 局要我自己飞啊？优雅永不过时。我的警惕永远不会松懈。我知道。你这确实嘎嘎死啊，咱也不懂为啥。没关系，小问题，慢慢来吧。又在哪里？没道理的呀，兄弟们。他们的终结无可避免。刀越快，我也越快。我好像错过了一。好的，他们上单这个潘森后期没啥用的，潘森，潘森这英雄后期是个废物。我不知道他们盲星什么时候来，盲星从什么角度来，他从这边过来的，天哪，我知道他们盲星一定会来。潘森后期老废物了，肯定废物了，潘森后期还不废物，他后期不废物谁废物啊？
明明还是跟 真不是刻板印象，是他比较笨，你知道吧？我说这个废物是指他的一个功能性啊，还有他的一个综合能力，而不是指他的伤害。他的综合能力在后期就是不行，情感的综合能力还很强。别打我！哎，那我以为是点火烫死的，我操！人头还是给到他们 AD 的，我以为是点火烫死的，你知道呗？杰拉没闪的，杰拉闪现留我的。哎呀，那早了呀！我以为是点火烫死的，我被什么东西烫死的？应该不是他烫死的我。180层。黑月知晓我们所有的目的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。以为辅助了头。感觉贪了，硬拆这个塔，然后又杀潘森，浪费太多时间了。行，一换一，不亏。猜，快猜，兄弟，我给你拖走三个，快，求你们了，快猜。我给你们拖走了三个，快猜，求你们了，猜，给你们拖走三个，还杀了一个，两个塔呀，很赚的。鞋子不着急买，没用，我们买鞋子没用，我们对鞋子需求度很小，知道吧？大龙了应该，我有 T， 齐安娜有大，太好了，我知道你在哪里，我的地名还是作为的撤了。Shut down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 我好像错过了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
满状态，好像不能拆水晶了呀，我觉得有点亏啊，这样子。我杀了这个，杀了他们小火龙，但是我拆不了他们高地啊，他们水晶没拆掉啊。如果我不去的话，我可以把这个水晶也给拆了。任何事情都要听遵命的。还行，感觉也可以接受吧。这个小火龙还得杀的，不能让它继续叠了。我觉得这个位置有可能能蹲到一个小火龙，有机会吧。把这个留一丝血，蹲一下这个，抓一下这个小火龙。极端很容易，平衡才是最难。小火龙会来。这波是一打二，完了，什么逼盾啊！哎，坏！杀吗一下，哎呦好难受啊，差一点点，他两个盾，瞬间给他摸上两个盾，不然我把他秒了，我凯旋我还可以继续打的。只要没想到盲星会过来，本来我是想秒潘森的，盲星刚好来了，不该上，好像是哦，他们潘森来的话我不该上的，这波瘫了。如果是小火龙来，我可以直接把小火龙给秒了，但是潘森的话我就不能秒了，这波也许不该打。人工智能无法弥补天生的愚蠢。这波瘫了。心灵点亮，逃命也只是图。效率是成功的核心关键。Shut down。兄弟们，我想偷家，我想出破剑者偷家。耐心不是一种品德。鞋子的话，我还在思考呢。鞋子买啥鞋？不假鞋吗？秩序因我而存在。我还思考买啥。等待，等候。觉得我买啥鞋？谎言不会伤人啊！算了，不假鞋吧。这边小火龙也挺飞的，虽然它是灼烧伤害，但还是以平 A 为主。开个水晶。手上的刃是唯一盾牌。水银血吗？不用水银血，不用水银，没啥用，就不假血呗。咱们继续在线啊！我想这把偷家
我想走偷家流，破镜子去偷家。前几天试了一下破镜子偷家，我觉得比打团厉害。像我们打他这小火龙的话，我觉得出护甲出魔抗都没用啊，因为他不靠那个物理伤害打我们，他是靠那个斩杀。先继续带。对于皮城的问题来说，我就是解决的方法。哎，那个东西都没啥用。我失去耐心了。对面没空的，不需要拉任性。机会只会眷顾等待的人。对面没空，拉啥任性？只有懦夫才会逃跑。努力反抗，我到底在哪里？又在哪里？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还守我，哎，怎么开疾跑追我呀 ？No， No， No！ 哎呀，气死我了！疾跑追我，没办法，最后先做个十五好了，十五后春哥吧。哎呀，被这个杰拉恶心到的，这杰拉伤害挺高的。哎呀，这杰拉恶心我呀，没办法，主要他开疾跑追我，开疾跑真没办法，跑不掉，开疾跑。感觉十五吧，说我还春哥呢，要不青龙刀，不行，出啥？咱们最后一件出啥呀？我犹豫了。技术将被控制，杀不了，杀不了，他挺low的。Enemy killing spree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偷家吧。Shut down. 是了结的手段。感觉像个疯子硬踩。等待子程序启动。这边要气死了，我说话这边要气死了。我们现在这版本真的很能跑，特别能跑。我们逃跑能力是拉满的，这版本移速高呀。他们反应好快啊，我那个 TP 被他看到了吗？他们反应怎么那么快啊？他但凡反应慢点，他们加没了。我说实话，我直接一波了。及时解决方案。他们反应太快了，立马就有人 TP 回家。小火龙别说三百层，你妈一千层我都不管，我就冲你家，谁跟你打呀？我不跟那小火龙打呀，我不理他呀。我的协议中没有慈悲这条路。这把咱们来当叔叔。好，急了，急了，急了！哎呀，你们叔叔都没了，还抓我呢？他们要急死了，真的。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。哦，要急喽，要急喽，要急喽！必须被根绝。
世界将会更加危险。急眼了，全急了，全急了。为徒则诛，为主则殆，这便是道德。保持礼节要通过耐心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我不会被误导，还就带，还就牵扯，你拿我有什么办法呢？他们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要气死了。而且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打团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打团其实可以的，对吧？我们现在这个装备打团很强的，我很肉啊。你看，直接抢你家，你拿我有什么办法？有时候伤疤是一个人的有点痛啊，把我大刀打出来。回一下血。他们应该在上面。想厂家了，急了。只有懦夫才会逃跑，社会需要规范。急喽！哇，这么痛啊 ！Q 我一下。哇塞 ，Q 我一下也太痛了。太痛了吧，给我一下。我的命令非常清晰。我们反方向走，队友就打小龙，我们就去上了。我要你在哪里，就在哪里。在光亮里，才会了解黑暗。友善。拜拜。要气死了，我感觉他们要气化了，兄弟们，我感觉他们要气化了。权力的维持必须不计代价，刀越快我也越快。我来解决你。